博出位。夏天到了，性感是理所当然的，要露得健康，又要学温碧霞咁着招牌蝶膊衫啦。喂喂喂，咪喝住啦！今个夏天唔少大牌，好似 Vivian Westwood、Ralph Lauren 等等，都将蝶膊衫重新包装，将设计重点放诸喺肩膊上，一字膊、单膊、斜膊，各色其色啊！今夏除了一贯的 off shoulder 讨人欢喜之外， open shoulder 更加值得注意啊！Open shoulder 是在肩膊位置加入镂空设计，既可以露出性感的锁骨，又可以遮住手臂的拜拜肉。而日系的露肩装不少都会在肩位车上荷叶边，看落是可爱的设计，实际上是用来修饰手臂的肥肉的。欧美的风格就倾向简单利落的线条了，喜欢大量运用花卉和碎花图案，配搭抢眼的色彩，突出可爱的少女味。配搭方面，手挽藤袋，脚踏人字拖，就可以轻易着出休闲的度假 feel 啦。若然肩位靓，骨肉均称，其实穿单薄衫仲可以突出肩位的线条啊。身形较横的就要尽量拣有带的露肩衫或者裙啦，因为肩带有助转移丰满的肩膊视线噶。